片豇豆全部都长起来了，就开始爬南边了。这个发现真的生了病，死了。明天早上去买点药的噻。小番茄。你看那个水果黄瓜长成好大了。爸爸，可以，我先把它上去。你不在，我来给我玩去。爸爸上去了。下面那个很乖。哪里还有个？好，怎么还要长两天？好多都长起来了。四季豆现在可以吃了，先把摘回去。长得还挺多的。就是。结的特别多，差不多可以炒一盘了那个，然后上面夹夹上面还有好多黄瓜，等再过两天来摘的话，估计可以摘好多，到时候吃都吃不赢。这是我们之前摘的辣椒苗，现在已经开花了，马上就要结辣椒了。小青瓜，过几天就可以摘了这个。我都不晓得在那个剁辣椒干啥子。那边，那边也是辣椒，那半边儿也是辣椒，我都不晓得他在那么多辣椒干啥子，他可能是要把辣椒当饭吃。吃辣椒酱噻，多点，可以散干也可以。那把菜还挺嫩的，我们都打算拿来摔了，太奢侈了。我的油菜。油菜，油菜就能那个浪费吗？有没有人急？现在。也可以拿回去煮面呐、你喜欢就把它带回去嘛。不是我喜欢，而是不能浪费，晓得不？说得对。这个外面想吃都吃不。想吃免费的菜都吃不到，你们还不要。咱家有。啥条件啊？家里有矿啊。没矿就是有几颗菜。这是之前鱼的苗，现在已经长起来了，可以摘了，把鱼摘过去。这个是小米椒，到时候可以拿来做海椒酱，或者泡也可以，做蘸水这些。秧子大户。哦，种子大户。咱们先把全部移栽过去。今天太阳不大，摘起就活了，应该很快就活了。本来就有那个有泥团的。认不认识那个虫虫？应该很多很多应该都见过那种的吧。